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雨婷，来。鹏哥，你能不能笑一个？妈呀！雨婷，雨婷，你怀孕了。小艾姐，你别乱说。医院都证实了，你还想骗我？我跟你这么熟，怎么就没听说过你有交男朋友啊？孩子的爸爸是谁？他知道了没有？他不知道这件事情。你怎么不告诉他呢？因为我爱上的是我不该爱的人，他是不可能跟我结婚的。这个孩子，我把他当作他送给我的礼物，我想把他生下来，自己抚养长大。他是不是不想负责？这件事情跟他没有关系，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我不想用孩子捆住他，我爱他，所以我希望他过他真正想要的生活。我也不会打扰他，更加不希望他是因为这个孩子跟我在一起。我知道是谁了。怎么可以这么对易婷？怎么可以这样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还不承认？他的朋友那么少，男性朋友就更少了。不是你，不是你会是谁啊？小艾姐，这孩子真的不是我的。还不承认？你给我站住！能不能勇敢一点，负责任一点？你都要为人父了，难道你忍心小孩一出生就没有父爱吗？这孩子真不是我的，打死我也不能认啊！玉婷为了爱你，都可以变得这么卑微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去哪里找这么爱你的人？你知不知道怀孕对一个女生来说代表着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她要下多大的勇气才可以做这样的决定，自己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？你难道都不感动吗？你真的忍心让她一个人做这样的决定吗？可是，这孩子是我的。玉婷怀的这个孩子是我的。鹏鹏，你别说了。玉婷，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让你跟我承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小艾，对不起。小艾姐，都是我的错，跟方鹏没有关系。你有什么气就冲我撒吧。玉婷，你别说了，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，都是因为我的优柔寡断，同时伤害了你们两个人。小艾姐，真的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也没有办法。从我第一眼见到方鹏，我就喜欢上了他。我知道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，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要拆散你们。生下孩子也是我自己的想法。方鹏，他是爱你的。Thank you.
小艾，你冷静点，这件事情是我错在先。你有什么火，你可以冲我一个人撒。可这个孩子是无辜的，别伤害孩子好吗？ 所以我在你心目中是会伤害孩子的人。小艾。 这边环境真不错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还可以。嗯，好，吃好喝好啊，大家啊！慢慢享用。老贾，刘一伟呢？啊，说还有通告，就合拍一下您走了。哎，哥哥，今天新哥他的量可不是太够啊。来吧，咱们去照个相。来吧，今天氛围这么好，也别糟心本事了。行。哎，麻烦两位往边上站一点，我想单独给新哥拍张照。好。 来，新哥看镜头。都正常，保持平常心，等待机会。嗯，我知道。好，谢谢各位参加今晚的酒会，希望你们吃好玩好。嗯，好，再见。谢谢。新哥好。你好。哎。 金哥，看上孙小爱了吗？没有哎，我都几点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啊？再打个电话。哦。
星哥，嗯，孙小姐，你怎么突然变成这个样子？哎，求你，怎么了？拍婚纱照不开心了？哎呀，挺拍个婚纱，你这干嘛呀？这是，千万别紧张，别激动，也别动手打人，好吧？没错，你眼前呢？你好，是都是人，都是我请的啊。这一切呢，不是一场梦，但是比梦更加的有意义，更加的让人觉得有害。去，别照了，别照。我承认，我在你家开酒饭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但是呢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你们家房子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家房子好，我才能看得上啊，是吧？哎，别生气啊，别看，孙杨，你说句话怎么了？哎。喂，你也不用这么生气吧？你看看我给你们家装修的，是不是稍加改动都可以直接结婚用了啊？如果你要是不喜欢呢，半个小时之内，我让工作人员给你恢复原貌，好不好？来，慢点，别喝。哎，你这样喝的话也喝不回本是吧？回头我送你两箱，好吧？喂，我这何必呢？我看你这样我瘆得慌。好吧，我承认都是我的错，啊，我不该没给你打招呼的情况下就在你家开酒会了，我给你道歉好吧？对不起。哎，孙杨，你干嘛呀？不是，我怎么了你？别照了！你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不是，你别哭行吗？你为什么爱别人？我不好意思啊，我跟他不认识，喝多了。别照了！这么多年了，你要的我全部都给你了，为什么？瞎说什么呢你疯了吧？